天礼拜二，星期五是我35岁生日，所以我打算把单弓玉山竹北风送给我自己，当做35岁生日礼物。今天早上1:15，在阿里山的神木 7-Eleven 准备买早餐，然后做最后的补给，出发单弓玉山。柏油路 TTT 满天星空，但是什么都拍不到。3点整，我们到了玉山登山口。而且刚刚就看到一只，是鹿吗？水，应该是水鹿。水鹿就从这个登山口跑进去了。好，我们到梦露亭，从登山口花了38分钟。4点整抵达前锋登山口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排云山庄剩最后的 1K， 耶、yeah, ！排云山庄到了8.5K， 现在6:05，3点开始走登山口，差不多3:05，耶、yeah ！而且今天天气感觉不错。白云到了，舒服，感想如何？轻轻松松。3:52 go。这客人开始碎石，往主峰都是碎石路。我们单弓现在6点多到7点上山，就遇到住白云上去看日出下山的民众。怎么要回答无限次？你们是带光的吗？对，几点上来的呢？3点。哇，好厉害啊、喔！没有啦，因为抽不到白云。白云之后也是有点厌世了。我们到竹北交叉口还有一个选择的机会，主峰应该就是这个，所以这边会看到很多各种颜色的人头。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在之字形下山，传说中的栅栏、铁梯还是隧道呢？好，现在7:50，我们到这个竹北交叉口。如果这个上去呢，主峰只要最后的200公尺，那么就北峰玉山气象站。我们有3种选择：先主再北，先北再主。只去主峰，请选择先冲北，这样回来就一定得再上去主峰。好 ，Go！ 下北峰的路真的不好走，都是铁链陡下，登山杖可以收起来，就拉着这个一直下去。好，到了这个岔路处，往北峰1.9公里。往北峰路上也有这种高速公路，哦，这样加速加速，很像北大五最后1公里要攻顶的感觉，走起来很舒服，阳光也出来了。哦，这个高海拔真的没走几步就会想要停下来喘一下。0.4K， 玉山气象站我来了。1000块，气象站。好，身为一个物理兼地科老师，来看看全台湾的最高的气象站，也是东北亚最高气象站，合情合理。喘不过气，讲不了话了。
们要迎接最后500公尺的陡上到峰口，然后再200公尺到主峰。啊，已经要到了达数的地步，逼自己数个20或30才能停下来喘一下。大跨步，陡上，最后不到100公尺。到了3952。从小听到大的3952。生日礼物耶、yeah ！好，我们登玉山主峰了，现在11:20，从停车场2:20算，我们先到北峰，再回来主峰，9个小时。打下山是一个大任务，要赶5点，赶5点才有接驳车。感谢架设这些铁链的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方便登山客，安全很多。这个垂直陡下。这位妈妈，你刚才说你漏尿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说如果有惧高症的人会漏尿。好，我还以为你，我听成你漏尿了。这么斜也不可能。很多登山客啊，会把这个登山杖放在梯口这里，梯口到主峰那2K是完全不需要登山杖的，一定记得要戴手套。因为你要拉着铁链，但是保护你安全，而且可以帮你省力的这个攀爬方式，务必要戴手套。看到这个水塔就代表排云到了啊，1:05。排云山庄，排云山庄，排云山庄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那前锋登山口哎。前锋。你一日单工还想捡三座百岳？再多一座。人不能太贪心。下来。开玩笑的。下来。Yes。现在时间4:30，刚刚好。所以我们2:20起登，走了14个小时，又10分钟。4:30，14个小时10分。一样很硬，一样很硬，一样疯狂吗？疯狂，一样疯狂的呢？太疯狂了。